是 NEC 摊位，我们现在我们的有奖征答活动即将要开始喽，大声回答出我们是什么公司。NEC。再大声一点。NEC。那我们是来自于日本的科技公司，我们在台湾已经成立30年喽。那大家平常有没有去便利商店呀？我们便利商店都有我们 NEC 的产品，那像结账时就有那个 NEC 的 POS 系统，就是我们 NEC 的产品。我们 NEC 近年来呢是以打造幸福有感的智慧城市为目标，所以这次展出了消防防灾解决方案以及脸部辨识解决方案，还有地震海啸观测系统等。那其中我们的脸部辨识系统呢为全球第一。那其中有一个有趣的解决方案呢，就是防救灾直升机影像系统，是利用直升机收集影像，这样子啊，当我们发生什么灾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资讯就是传给相关单位，那这样就可以及时的进行救援，就跟那个电影的情节很像。而我们的脸部辨识系统呢，是我们全球认证第一名的哦，我们的脸部辨识系统是全球第一名的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有奖征答咯，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NEC 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呢？日本。哪一个国家呢？日本。对，我们 NEC 是来自于日本。那再问第二个问题是我们 NEC 在台湾已经成立超过几年了？30年。对，是成立已经超过30年咯。那我们平常在哪里可以看到 NEC 呢？便利商店。对，我们在便利商店就可以看到 NEC 了，尤其是在结账的时候有那个 POS 系统。那我们 NEC 最有名的是什么呢？对，脸部辨识系统，它是我们第一名哦。对，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刚刚有仔细听的话应该会知道，就是我们是利用什么东西来收集影像传给相关单位呢？对，是直升机。那我们每个整点都会有那个有奖征答，那下一个时间呢就是6点。明天整点时间。11点。明天11点整还会有我们的有奖征答哦，那希望各位踊跃参与，谢谢。那我们的摊位是 NEC 哦，记得哦，明天11点见面喽。那大声回答出我们是什么摊位？NEC。